我是林雅儿。那其实我最喜欢唱的就是日文卡通歌。对，那平常的兴趣就是做甜点，然后最拿手的甜点是杯子蛋糕，还有提拉米苏。谢谢。好，欢迎你来，好好表现哦。谢谢。来，你要唱什么歌曲？我要唱郭采洁的《I Need You》。请开始。你说要带着我去爱，为我推翻所有孤单，用微笑，用温暖，填满了期待。你却又让爱坏得如此简单，看自己乱了秩序，一时的爱已成关海，你离开，我还在。I need you, I need you， 别毁灭我的夜晚，灰暗中别蔓延得太快，来不及看不清黑夜。前面进来的时候还真的不错，就是音色很干净，然后配上你的这首歌就感觉很偶像的气氛。可是我觉得到后面的地方你就有点没办法唱出来了，那个地方应该就是要更有爆发力的地方。来，加分题。加分题是我要唱王心凌的《当你》。好，加油，好好表现哈。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谢谢。其实吓到我。我觉得你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去找到自己音域的歌。刚刚那个音域的歌是你可以掌握的，好不好？好 ，OK。谢谢。你看你的朋友们都对你好好，你看那个男生一直这样子，在背后默默的守候着你，帮你举着牌子，手也不嫌酸，他就是你的大人哥了。你们两个有任何的关系吗？没有。你急的解释什么？好像哦。好了啦，我们两个干嘛演狗啊？我们好好人不做。恭喜美丽的雅儿晋级了。谢谢。好紧张又好开心，就是有点吓到。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刚刚有唱到这首歌，就是所以就很开心。那宝杰对于你朋友的演唱，你给什么样的分析？今天这件事情完完全全全部都预告在外星人的日志里面。今天雅儿会获得这次的胜利，全部都记载在斯坦文书里面。看我这个 iPad 放大之后，很明显的，雅儿今天会赢得我要当歌手这件事情，很明显的就写在上面了。好，下一个在同时间欢迎继续收看关键时刻。关键时刻，谢谢。好姐妹好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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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支持我，然后今天来特地为我加油，谢谢。那我等一下如果过关的话，我希望过关的板子是由我的爸爸跟妈妈交给我的，谢谢。
那你要唱什么歌曲呢？阿妹的阿妹阿妹阿妹，你走音哦，你讲话就走音了。阿妹阿美还是阿妹？阿妹的人质，嗯，人质，嗯，好，请开始。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当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我觉得你唱歌很真，而且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对，只不过是有点可惜，就是我不知道当你情感很到位的时候，你的有些技巧没有掌握好，对，有些音准啊，或者是整个融入整体上就是会有一点点瑕疵这样子，所以我才按了一个唱，要不然其实整体来讲其实蛮好的。谢谢。对，其实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的那种单纯感还有专注感其实还蛮吸引人的，只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要诠释更多的曲子，它需要更多丰富的一些技巧跟经验，好不好？好，所以未来的路还很长。好，谢谢你，恭喜。谢谢。我要赶快跟我朋友说，我过关了，谢谢，谢谢，妈妈谢谢，妈妈谢谢，不会不会。羽泉妈妈幸福的笑容，闪耀着母爱的光芒，女儿的过关，相信是妈妈最大的骄傲。下一位。各位评审，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周明翰，我要推荐的是真理大学的林威宇。他有三个大优点，各位女生紧张咯，尖叫声在哪里？好，第一个优点就是他个子不高。这为什么是个优点呢？因为这样才容易跟女生非常亲近啊，因为差不多嘛，对不对？好，第二个优点就是他有一个可爱的娃娃脸，因为就像小狗一样，女生看就想呵护他抱他，各位说对不对？第三，这是最重点的，也是让我最生气的，他竟然还有一个动人的歌声。那我们就来欢迎林威宇。Hello， 大家好，那我是一美文学系的三年级的林威宇。你朋友这样介绍你，你满意吗？还好啊。那你干嘛要派他出来？说你又说你不高，又说你像狗狗这样子。勉强接受，勉强接受哈。好，加油！等你红了，不要理他。没有，来开玩笑。好，威宇，好好表现。感觉上你有一点慌哈，就是要稳定稳定。对，还蛮紧张的。对，稳定。好，唱什么歌？张敬轩的断点。好，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加油。
得陪你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听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每次如果都是晴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我转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身上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过了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抖哎，刚刚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还感觉还蛮有自信的，你整个连呼吸都在抖，对，都整个是颤抖的。魏宇为什么这么紧张？没有自信吗？不是，有点害怕人群。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你刚有闭眼睛，对不对？你前半段有闭眼睛，对，也许就不要张了，你就继续闭到底。真的不要紧张，闭着眼睛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你有人群恐惧症，现在还好了，现在 OK 哦。想办法把这两个叉讨回来啊，不要浪费你的天分哦。准备什么歌曲来加分？那英的征服，请开始。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爱情已入土。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来，因为其实呢，我觉得你最大问题不是唱歌，谢谢你，你最大问题是要面临自己，好吧 ？OK， 谢谢。拜拜。下一位。看着你无暇的表情，真的是唱到我的灵魂。